是他。没事吧？怎么又是你啊？啊，上次误会你了，不好意思啊。留个联系方式吧。凭什么？遇见你就没有什么好事。这边请啊，来吧，乖儿子。姜老师，老师好。您好。您是宋星辰家长，郝俊。哦，我不是这小子的爸爸。妈妈签这边，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好。哎呦，那个抱歉啊。那个还是这边就行。今天是萱萱第一天跟大家见面，她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送给大家，跟大家成为好朋友。勇敢的去吧。给你，谢谢。亲手做的，希望你喜欢。可我是男孩子，嘿，这样好看。我叫宋星辰，以后你叫我晨晨，那你叫我萱萱。萱萱，谢谢你，萱萱。叔叔好。小朋友们坐好。我们的活动要开始了，今天请各位家长以爱与温暖为主题，辅助孩子们画一张画报。爸爸，你可以在上面画一个金色的太阳，要有统一性。画一个小爱心好不好？喜不喜欢红色？喜欢。好，我们开始涂啊。主题不是爱与温暖吗？这张是不是审错题了？国风简约大气，让主题更有深度了。你的。真有深度。你的是哪张？大家听我说，齐子轩小朋友和他的妈妈齐思乐所创作的这幅画获得了本次活动的小红花，大家鼓励一下。来，老师给你戴上。来，我给你戴上。难道你不知道五岁的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就是对色彩的辨识度吗？平时应该多看点育儿书，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可以借你一本。不用，既然你对育儿这么有经验，不妨我们私底下找个时间好好聊聊。不必了，你还是把车定损确认好，我赔给你。没关系，既然大家这么有缘分，孩子同一天生日又在同一个班里，车的事情算了。买点那个画画书。这人怎么一会儿一个样？
轩轩。妈妈，你看小河花，开不开心啊？开心。哎呀，有情况啊。我们下次再努力画一个更好的，再获得一个小红花，好不好？好。爸爸，轩轩的妈妈真好，我也想要。